朋友们，这个燕子大不大？一直到那个湖边那边啊，应该有30-40米吧。从这里，从这个后院，这个后院啊，这个后院应该有十三四米吧。原来这里我搭了一个棚的，后来给人说我搭的不好看，然后我就一生气把它拆掉了。之前这几个轮胎是吧，这个轮胎撑起那条船呢、啊、那条船拿来做桌子之前啊，我放个照片给你们看一下。他说我搞得不好看，我一生气就全部拆了。啊，今天去把那个湖边的那边大概150方的，我前两天种了一些花在那里，把它修剪一下。那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150个方，湖边休闲地方。非常美，非常美！你看这个风景。前两三天我就种了一些花，在这个一路这里种过去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一路从这里种过去，种了一排。这里有两根那个牵牛花。哦，这些小的是那个太阳花，密密麻麻的。你看，这个是长春花、兰花草。哦，这里有几条南瓜，这南瓜就是我吃的南瓜那个种子啊，那个种子丢在地上，然后它出来，然后我就移过来的。这里有一条绣球啊。这个种了半年，这个绣球一直都是这么大，不死不活的，全部移到这里来了。这几条是南瓜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太阳花，哎，太阳花，哎，不是太阳花，葵花，瓜子啊。瓜子现在，因为这几天下了好几天的雨，下了一个礼拜的大雨，现在这个花已经给淋得这样子了。这里有一颗，两颗啊。这一条是蓝血花，蓝血花，这个也是葵花籽了，向日葵啊。这个是那个从那边移过来的那个小凤仙。这里有几个玫瑰，我就是想修剪一下这个玫瑰。昨天看了个视频，他说这玫瑰也是开花之后要剪的，把它剪掉呢，然后开花就越来越多。这里有个花苞，马上有个小花要开。那、给一个特写给大家看一下。点不到这个小花苞了，这么模糊了，对不了焦了，奇怪了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现在很美吧？你看。啊，这里有两个已经之前开过花的，我现在把它剪掉。这么猛了，现在啊，可以了。昨天看那个视频，他说是如果这里有5片叶子的话，就不用剪；如果是3片叶子的话，最好就剪掉。他说，我现在剪掉它。他说是应该是越剪越多花的。然后这个有问题啊，问一下大家，就是说这个玫瑰上面这些很多小孔，就是叶子上很多小孔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有什么病虫啊？我现在搞不清楚，现在准备把这些溶溶烂烂的叶子剪掉，是不是虫子吃的？搞不清楚。然后这边一路过去都是花，你看，我种了几天了，又把这个
旁边移一些泥过来，小凤仙也是移过来的，小凤仙移过来的，开花了，开花了，向日葵，哇，这个向日葵要垂死的感觉呢啊，怎么回事？这一颗向日葵还好了，蓝雪花、太阳花已经开了。这边太阳花，太阳花，那天下雨的时候种的绣球，也是那一批养了半年了，一直这么大，高了一点了。绣球还是那一批，总共买了10颗好像。这个绣球是以前的，不是那一批买的，以前很久了那个绣球，这个绣球。我要把它修一下，等一下修一下。蓝雪花，哎，那天在这里种花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地方嘛，就是这个地方嘛。我手机在口袋里面，这个衬衫上衣在口袋里面。然后我一弯腰，我手机就掉到那个湖里面去了。然后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掉到湖里面去了，这里有2米深呐、啊，2米深，但是水没有2米深，水大概是50公分深吧。然后我就赶紧回去，赶紧小跑回去，回去那边搞个梯子过来。这个梯子我还是放在这里，还在这里，铝合金梯，看到没有？2米多下去，把手机捞起来，结果捞起来，咦？还能用吗？赶紧关机，赶紧把机子关了，然后就放在那个烤箱里面热好了，烘一下，烘干了。现在还是在用，我现在拍视频还是用这个掉到水里面这个手机啊。好了，笑话，这手机质量太好了。兰花草开了一朵花了，也是移过来的啊。这边有三格花，之前用那个种子播种的，就是在这里播种的，应该有1个多月了。现在不容易啊，之前是这里是啥泥都没有的，这个黑土全部是我搬过来的。这个，这个是房子旁边自然掉的种子生出来的，移了一条过来。这个是什么？长春花，小凤仙也是移过来的。这边一路以来都是太阳花，这里还有2个绣球，看到没有？也是半死不活的，种了半年了。哦，蓝雪花开喽，特写不错吧？这几天下雨，把它淋成这样子了。太阳花到时候开了，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开了一大片的话就非常漂亮这里了，到时候再拍视频给大家分享啊。这边鸡丝小凤仙太阳花，这边是长春花特写，这里有一个绣球开了啊。这一盘绣球是去那个顺德的花卉世界买的，当时有开花的，15块钱了吧，有几颗，这里挺值的。当时开花，现在又开了，你看开了一个，因为前一阵子那个雨水很好，它长了很多叶子出来。然后这个小凤仙呢，是我自己扦插的。都开了，你看没？自己扦插的全部开了，就是这里就这种不知道是什么花，也是去那个花市上世界上买的。现在只有一朵，但是它开多了，不知道非常好看，全部给雨水打的，现在不行，也是移了2颗过来，这里，谁知道这种叫什么花的？到时候告诉我一下。这里一个小花篮，
有颗南瓜，看到没有？吃剩的南瓜籽丢在这里面都长出来的，不是专门种的啊。这个也是我扦插的那个小凤仙，扦插的小凤仙已经开花了，看到没有？非常漂亮，好几个颜色。这里也扦插了一盆，这里是蓝雪花，这个好像长得不是很好，也是去花市上买的，好像15块钱吧，15块钱有几根啊。后面那里移了一些兰花草，到时候长出来有花就好看了。基本上就这么长，从这边看过去，再来一个特写，不错吧？这个小花堆，这里有15米长啊！从这里走到那边，累死我了。那天把这里铺了个地毯，中间那里呢，就之前他们过来开车过来玩的时候。怎么录到一半就停了？怎么回事？都不知道哪一些录到了。哎呀，就是给大家看花吧，录到一半停了，看风景，看风景啊！这里面山谷是一个景区。